哇，我们连续两天的活动也就快到了尾声了。真的，怎么办？我好舍不得哦。没关系，希望明年的时候我们还是还可以再见面的。明年我相信一定还有我们的 DS 的场次，那大家也要记得一定都要再来我们的会场跟我们一起玩乐哟。大家喜不喜欢我们这两天的活动啊？我们再喊大声一点，让我们的主办单位听到，让他今年也一样办在台中公园，好不好？我们再喊一次，大家喜不喜欢啊？喜欢！哇，我感受到我们的主办单位在落泪，太感动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到这边就全部结束咯，还请大家记得注意你的随身的物品有没有带离出场。提醒一下，机务区最后的领取时间是4:30，那更衣证开放到也是4:30哦。那另外也要提醒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摊主们，兑换原优券的时间是到下午的5:15，也要记得时间哦。那我们今天活动就到这边了。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喵。